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一，在《别对我动心》中饰演顾寻。在游戏世界里，他默默暗恋他；在现实世界中，他偷偷对他动心。这场双向暗恋，甜甜蜜蜜又笑料百出。祝《别对我动心》在海外收视长虹，我们不见不散。